嘉义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以独家创意管毒嘉年华为主题，日前在五峰科技大厦举办学生才艺竞赛活动，全县总共十一间学校来参加，结果由协志工商组部舞团赢得第一名。这场反毒嘉年华才艺竞赛活动，首先由校园基队率领参加来宾，扮演着反毒大赛来进场，并由校园的啦啦队表演各开数波。嘉义县长张华官、嘉义地检署检察长刘英乾、卫生局副局长蔡淑珍、教育处副处长张翠瑶、含高峰科技大学校长苏明宏、九华山地藏庵庙董事长吴俊清等人，宣读着反毒的誓言，呼吁青年朋友。反毒绝不吸毒。根据历史的统计数字哈，这个再生再发率是85%，所以讲哦，根本的哈，不掉哈，沾到毒品就不会好了哈。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同学们哈，真的不要去摸到沾到毒品哈，尤其毒品现在是多元化的一个包装发展哈，它随时都在吸引你。在诱惑你，一定要坚决的说不。最根本的关键呢，我想我们全民要当一个教育者，教育才是大根大本。就像今天我们的反毒才艺竞赛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的一环。在反毒才艺竞赛在高峰科技大学的登场，总共来自嘉义县才艺队伍来参加竞赛。第一名是协志工商的周部舞团，第二名是闽南龙岗的热舞社 BMT， 第三名是水上乡大仑国小大仑独轮车队。最佳创意奖是溪口国中热舞社，最佳团体奖是中正大学热舞社。另外，嘉义县校外会获得一个关怀学生，也组成着嘉武新踢踏舞团应邀来表演。现场设置着在地电视反毒艺人和吸毒者一生为叫展示墙，就有着吃毒的人对细汉到吃毒后的相片演变，提醒参加活动的学生吃毒的严重后果。新闻曲耀宏、毕荣香采访报道。